技进步不断改善我哋嘅生活，大学教育亦都要与时并进，切合社会嘅需要，增强学生未来嘅市场竞争力，咁样先至能够让佢哋尽展所长，服务社会。有见及此，理大将推出学系为本嘅组合课程。而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 AIDA 与创新及创业 IE 将成为大学核心课程的必修科目，同学甚至可以选择这两个范畴作为副修或者副主修。人工智能是指机器或者电脑模仿人类思想与行为的能力，通过数据和资料分析持续校正方向，并且不断进化制定和优化策略。人工智能为各行各业点亮了新的发展前景，包括协助疾病判断、手机语音辨识等范畴。人工智能应用早已无所不在，连结生活每部分，学生可以将相关知识和技术应用到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上，促进业务，提高营运效率。就好似理大培育的独角兽企业海游创新，正是基于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来推动创新，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除了人工智能的热潮，创新和创业也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我们经常听到创业家的成功故事，但我们要如何将自己的想法变成能够持续发展的事业呢？训练学生设计思维，学会如何创造竞争优势和洞察市场趋势，都是创新及创业课程的重点。课程亦都会为学生提供在粤港澳大湾区甚至海外的初创生态系统实习和交流的机会。其实这个课程培养学生解能的能力和创新精神，不单止可以用在创业，还可以等学生在不同行业发挥潜能，推陈出新。理大致力为社会培育明日领袖，我们希望为学生奠定跨学科的基础，确保学生毕业时具备多元实力，应对瞬息万变的未来。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理大的网上联招课程咨询日。我首先介绍我自己，我是理大的副教务长 Dr.CM Lam。等我首先略介绍我们的课程，今天的一个 seminar 的 rundown。首先我们要略介绍理大的，跟着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很重要你需要知道一些入学的面试技巧。咁同埋大家喺呢個環節上嘅關心嘅就係最新理大一啲入學啊或者課程嘅即係最新嘅安排啦，嚇，同埋一啲可能去到呢段時間啊，就係話課程改選一啲嘅攻略，同埋一啲我哋康入學獎學金嘅資料。咁而最後一個環節的話咧，就可以俾同學問問題嘅，就 Q&A session。咁大家記住啦，咁如果你真係有問題的話咧，咁喺成個我哋 seminar 過程當中咧，你都可以將你嘅問題寫喺我哋嘅 chat box 入邊嘅。咁我哋最後會答翻你一啲相關嘅問題。好，咁就事不言迟啦，咁我哋开始啦。咁我哋好高兴同你分享翻啦，我哋理大咧，今年系我哋85周年啦。咁我哋系喺最新嘅喺 QS 嘅世界排名的话咧，已经去到66噶啦。咁而亚洲的话咧，咁而去到25啦。咁呢个都系我哋咁多年所有嘅亚学人员啊、师生大家努力嘅结果嚟嘅。咁我哋有8所嘅学院啦，分别喺联招入面咧就有31个以学系为本嘅组合课程可以俾你去选嘅。咁今天亦都系你会谂一谂呢31个组合课程的话咧，你点样喺联招入面摆佢即系几前啊、几后啊，或者系点样准备相关一啲嘅面试咁样啦。好，咁我哋理大去到我哋上一个学年的话咧，我哋整体嘅学生大概系27000人，当中大概我哋嘅本科生啦，或者有时会叫做学士后位课程学生，我大概有15000人嘅，咁所以成个 undergraduate 先，大概成个系总系有15000人咁上下啦。好，去到呢个位的话咧，可能好重要知道嘅嘢咧，就系我哋嚟紧啲嘅 key days 啊，今天咧就系我哋嘅 Jupiter Consulting Day 啦。嚟緊6月1日咧，就係你喺聯招入邊改選嘅第一個日子。咁就呢個設計咧，就係話考完 DSE 之後，你大概覺得自己成績去到邊，咁俾個機會大家去即係去改選啦。
咁去到 DSE 放榜之后，7月20号，咁实际上你见到你嘅成绩啦，咁可以再有一次嘅改选嘅。咁改完选之后的话咧，去到8月10号就大家系准备啊，即系接实啊，就见到你系 Jupiter 有冇 offer 啦。如果有 offer 的话咧，咁你跟住就需要喺8月10号、21号呢段时间 accept 个 offer。咁而中间入边的话咧，喺7月20号，咁你 DSE 资料成绩之后啦，咁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就系话，你可以再睇睇实际嘅，实际你觉得同埋最后边一个成绩的话咧，再有一个最后嘅机会去改选啦吓。咁而我哋理大嘅面试一般嚟讲咧，都安排紧喺 DSE 嘅放榜嘅前边或者后边嘅吓。咁当然啊，各个课程嘅机会唔同，咁你要留意翻你自己心仪嘅课程入边的话，佢安排系点样啦吓。咁而面试都系有啲某一啲嘅课程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嚟嘅，又或者有时可能一定系要啊嗰、那个一定要系嗰、一定要通过先至可以收佢啦。有一啲课程就特别去睇翻会唔会有个 bonus 咁样，咁你自己留意翻啦。咁所以下一个环节的话咧，咁我哋首先咧同你分享翻啊，可能你喺理大一啲入学面试嗰阵时候，你一啲要注意嘅事项啦吓。咁、第一样记住。interview 的话咧，记得系双向嘅吓，咁我哋作为院校的话咧，最希望就系我哋嘅课程揾到最适合嘅学生啦。咁当中我哋最主要睇几样嘢嘅，睇同学嘅即系志向啦，佢嘅能力啦，同埋佢系咪真系想读呢一个嘅课程吓嗰样嘢嘅。咁当然啦，当中我哋都会睇下佢唔同各方嘅技巧啦，包括佢可能语文能力啦、思维处理啦。咁你作为一个联招嘅申请人的话咧，咁你有咩留意呢？千祈唔好觉得系觉得好似话即系由大家系一个公系一个即系平衡嘅吓。咁所以喺你角度的话咧，你应该睇一睇就你但系你想心仪嘅课程入边，如果你有 interview 见到啲 interviewer， 咁系一个机会俾你了更加了解课程嘅老师啊，系大概点样，而个课程系咪适合你嘅咧？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嚟嘅吓。咁另外啦，我哋理大嗰啲一般嘅入学面试咧，都会喺一系就系个人嘅面试，一系就系小组形式嘅。咁如果个人 individual 嗰啲嘅嗰啲嘅面试咧，一般嚟讲，我哋希望系可能短少少，但系可能问啲比较深入啲嘅问题嘅吓。咁所以我又有时用individual interview 啦。咁如果系啲嘅小组形式进行 group interview 的话咧，咁一般嚟讲都可能有4个啊，甚至最多去到6个嘅 interview 一齐去面试嘅。咁如果通常我哋呢一部分的话咧，一般咧都会着重睇一睇同学咧嗰个所谓嘅即系同学与同学之间个互动系点样嘅。咁所以你要留意啦，喺个即系喺一个小组形式嘅面试入边的话咧，记住你唔可以完全系唔讲嘢吓，但系亦都唔可以完全主导晒成个嘅即系成个面试点样嘅。咁其实我喺个人当中咧，除咗系想睇一听你发表嘅睇法意见之外咧。你同人之間嗰個互動或者會唔會係可以係一個即係可以同合作到嗰啲人，我哋其中會睇嘅一部分嚟嘅。咁試下舉一啲例子啦嚇。咁有時通常有啲同學有唔同嘅策略嘅，有啲人咧就中意咧喺group interview 嗰時問一個問題的話咧，佢盡量早啲答嘅。早啲答有個好處嘅，就係話你可能諗到啲 points 咧，就唔會俾人講咗，你冇得講啦。咁但係遲講咧，又有時候有另外一個好處嘅喎。遲講的話，如果你歸納到其他啲嘅申請人講一啲嘢跟住但係你又可以有另外一種嘅睇法的話咧，或者另外一種見解咧，其實可能有機會加分嘅喎。咁所以你可以就住你自己嘅個人嘅一嘅策略咧，睇睇你覺得點樣會係即係講早啲啊，定遲啲會係比較合適啲啦嚇。而一般嚟讲，我哋都一定会有啲 standard 嘅问题，都可能你要谂谂噶啦。咁你点样拣理大啊？你嘅强项弱项啊？又或者你觉得点解我哋个课程咁多人系要收你啊？咁之类咗呢啲，可能你都可能一早可以预备定先嘅一啲嘅，我叫 FAQ 啦吓。咁但亦都有机会嘅情况咧，其实有时你会俾一啲问题，你可能未必预备到嘅一啲我哋系情景嘅问题嚟嘅。例如舉個例子先啦，前排嘅就係話我哋成日講就係香港嘅醫療人手可能唔係好夠啦，想引進海外一啲嘅醫生嘅嚇，咁但係你又發覺就係喺唔同嘅組織咧都有唔同一啲嘅睇法或者嘅 concern 咁有時我哋就會就住呢啲情景嘅問題咧，其實睇一睇你嘅睇法係點，或者喺呢個過程當中咧，睇下你嘅分析能力啦，同埋如果係一個嘅小組形式嘅情况之下，就睇睇你点样同唔同嘅人或者唔同意见嗰时，你嗰、那个即系应变或者嗰个处理系会点样？咁呢啲系其中我哋一个环节，想睇到同学嗰样嘅特色嘅吓。
咁下一部分啦，咁喺聯招入面的話咧，可能有唔同嘅唔少同學已經寫咗啲關於你自己個人嘅介紹噶啦。咁就算你有寫好冇寫都好，記住成個 interview 入面的話咧 ，interview 之前一定要睇翻你之前寫嘅乜嘢，知道客。咁而喺個成個 interview 入面的話咧，好重要就要 convince 俾個課程知點解你係一個好嘅學生。對於呢個課程嚟講，唔單止係好。甚至乎就係你係啊覺得就係話你覺得係比其他更加係適合讀呢個課程嘅，咁呢個就係令人定到你點樣脫穎而出啦。咁啊呢個你可以去留意翻，記住係唔單止你係一個好嘅同學適合呢個課程啊，咁點解你會比其他人更加適合呢個課程？咁所以你記住喺面試的話咧，要突出你呢一方面嘅啊嘅長處啦嚇。咁而對於我嚟講咧，即係面試咧，其實有危就有機啦。有面試其實好處嘅，咁一個機會俾你去表現自己啦嚇。咁所以我最重要係睇翻兩樣嘢，即係課程嗰時嚇。第一就係你係咪真係對於個相關讀嘅課程，你係咪自己有一個志向想讀嘅？如果我哋係用個行為去判斷個同學係咪真係有興趣讀個課程嘅，復三步，好似今日大家咁，咁嚟到我哋嘅 Jupiter Consultation Day 啦，咁即係證明你真係對個課程或者對大學你係有興趣先至嚟啦。咁呢一啲你喺第時面試可以提翻嘅。咁一般嚟講，我哋有時都會問同學點解想讀呢個課程啊？你了唔了解我呢個課程嘅啊一啲嘅啊課程嘅結構啊嗰啲，你都可以去預備嘅。咁或者係點樣同呢個課程讀完之後，點同你將來一啲嘅自己嘅嗰啲計劃係相關？呢啲你要預備，因為呢個就反映咗你係咪真係讀過對於個課程咧係有興趣嘅嚇。咁另外一方面的話咧，我哋亦都會睇一睇你啊，會唔會有相關一啲嘅啊，即係嘅技能啊，或者相關嘅 strength 啊。咁所以過往如果你參加過某啲嘅啊活動，咁呢啲活動嘅點樣培養你某啲嘅技能啦、啊，例如同人相處嘅技能啊，或者係一啲嘅啊 communication 嘅技巧啊，咁嗰啲你都可以提翻嘅嚇。咁舉個例子先啦嚇。咁如果有個同學就話我好想讀啊我哋嘅啊社工嘅課程嘅，咁但係你發覺佢啊讀咁耐嚟講咧都未試過去做過任何啲嘅義工服務啊，服務過任何人的話咧，咁又幾難信佢真係對啊社工有興趣嘅。咁所以呢啲你要留意啦嚇。好，咁去到一啲嘅我叫 doing 東沙，咁著衫方面的話咧，嗱，除非你係報一啲課程咧，係比較係啊同啊創意啊設計啊或者比較特別啲啦。一般嚟講，我哋都 advice 同學咧，無論係女同學又好啦，男同學都啦 ，formal dressing 可能一個比較好啲嘅，我哋叫做嘅處理嘅方法嚟嘅。咁當然啦，呢度我都除咗著衫之外咧，即係我都有個提大家嘅嚇。喺過往嘅面試當中咧，無論係 online 又好 ，physical 都好啦，同學有時咧就唔記得識佢自己嘅手提電話嘅，或者唔識得教係正一個靜音嘅模式嘅。所以記住 interview 之前，記住將你嘅手機處理好，因為有多時我哋未必好留意到，但係 interview 講當中啊響電話或者有啲嘅唔同嘅提示的話咧，可能都會俾我感覺上好似你預備得唔係咁好。咁呢個大家要留意啦。如果是即手机而家就系一个重要嘅环节嚟嘅吓，咁而所有都有一年嘅吓，咁 practice 就 make perfect 啦吓，咁所以记住的话啦，咁我哋啱啱嘅冬奥就过咗啦，咁大家可能有一个人都好留意嘅，叫谷爱凌啦吓，咁佢好多滑雪嘅运动入边咧，你见到佢表现都非常之好啦，咁但系你要记住，佢即系话喺佢嗰个你见到冬奥嘅表现咧，其实佢背后系练过好多次嘅，咁所以面试一样有得练。咁你讲嘢嘅快与慢，中间点样讲，又或者系如果系个 online interview 的话，你当中有冇试好晒你嗰啲嘅器材得唔得啊？嗰啲咁嘅嘢咧，全部都有一练，同埋系咪啊？即系系咪诶？点样去笑啊？如果嗰啲你全部都去练，咁所以记住 practice make perfect 啊！吓，咁另一个位，无论你点预备都好咧，梗系有啲嘅嘢你预计唔到嘅。我举个例子先啦，即系复三部，即系前排啱啱 meet 完一啲 candidate 吓，咁所以佢出现咩情况咧？就系话佢有事，就系佢预咗 online interview， 佢电脑 sell 晒噶啦，但系真系 live interview 嗰时咧，佢硬系出唔到声嘅，我哋又听唔到佢讲嘢吓，咁样各样嘢啦吓。咁所以有啲同學預備得好咧，我發覺佢就係除咗電腦嗰度之外，或者用 tablet 去做之外咧，佢手機都預備埋嘅嚇。咁所以我見到佢就有一啲情況咧，佢發覺係 WiFi 唔係好咧，佢即刻轉數據咧，係用手機都可以即刻接到嗰樣嘢嘅。咁所以記住 expect the unexpected 嚇嚇。另外一樣嘢啦，就好重要就係做 mental rehearsal 啦。咁所有嘢的話咧，咁 mental rehearsal 其實就係你將成個 interview 嘅過程咧喺個腦海中係嘗試去做一次。咁做一次好處係咩呢？就係話你未真係 interview 嗰下咧，你已經嘗試成個過程高呼一次啦。由開始
中间到结束，你全部都预备好晒的话咧，第一你会令自己更加有信心。第二样嘢，嗰啲中间你做咗 mental rehearsal 的话咧，咁就可能有一啲嘅甩漏咧喺嗰段时间会发生嘅吓。咁所以记住要做 mental rehearsal 啦。好，咁我谂我就略略再深up咗头先讲嘅嘢啦。咁记住你嘅 personal statement 的话咧，记住系要睇翻，同埋要做好相关一啲嘅即系一啲嘅资料嘅搜集啦。第二样嘢，有啲 do and don't 要记得嘅，同埋记住，无论你点样预备几多 interview 问题都好咧，梗系有啲问题咧，你预计唔到嘅。咁所以 expect the unexpected， 同埋有时啲情况咧，有时啲课程咧，好有趣嘅，佢未必一定 normal 咁 in 你嘅，有啲情况咧，佢可能系专登系激一激你嘅，即系睇下你个反应系点样嘅，睇下你会唔会适合读嗰个课程。咁所以留意啦，有时嗰啲 interview 专登系激下你咧，其实系面试嘅部分嚟嘅。咁所以记住 expect the unexpected。咁最后一样嘢啦，做 mental rehearsal， 咁经过呢个过程的话咧，大家个信心会系高好多嘅吓。咁我大概讲嘅咧就去到呢一度啦。咁下一个环，咁跟住我嚟紧入 interview 的话咧，咁就祝大家就好运啦吓。咁跟住个环节的话咧，咁我就会交俾我另外一位同事继续落去啦。OK， 系各位同学你好，我系教务处嘅代表，系 Alice。好啦，咁我咧就多谢 Dr. Lam 老师咧俾咗好多 tips 我哋啦，咁我哋咧继续咧就同大家 update 下我哋有啲咩新嘅改动先。咁嚟紧咧，我相信同学都知道啦，咁我哋咧就变咗一个系学系为本嘅组合课程啦。咁所以咧，同学而家你选嗰阵时候咧，就会系选入一个学系嗰度先嘅，即系个 program 入咗去之后咧，譬如一个学系佢本身咧可能有几个 program 嘅，咁以前可能你好专啦，系读一个 program， 但系而家唔系啦，咁可能喺 year one 里面咧，你可以接触到学系里面唔同 program 嗰啲core 啦，或者系啲 basic 嘅 subject 先。咁你读完之后一年后，即系跟住尾一年级嘅校期尾啦，咁学系咧就会请你揀翻你嘅major， 揀翻你嘅主修噶。咁咧，我哋有31个学系啦，咁31个 scheme 里面咧，其实有除咗9个咧系话有 specific 嘅 quota 俾你揀 major 之后咧，其余都系冇嘅。咁同学应该可以好放心去揀你嘅 major 啦。咁头先话过有9个 scheme 系特别有一啲 selection criteria 咧，其实佢咧都会喺网上咧就登列咗出嚟嘅。咁同学咧都可以有兴趣咧就上去网睇清楚啲，咁等大家入嚟之前就有个心理准备，哦，原来佢要有啲咩要求嘅，咁大家做好功课先。好啦，因为咧而家社会就不断咁向前迈进啦，咁我哋都要 prepare 同学咧毕咗业之后，除咗你本科技能之后咧，我哋都加咗啲好新嘅元素落去我哋嘅 curriculum 里面，咁希望同学咧更加准备好就迎接呢个新挑战。咁我哋咧嗰两个新嘅 element 咧就分别叫 AIDA， 就系人工智能同数据分析；另外一个新 element 就叫 IE 咧就系创新与创业。咁呢两个 components 咧都会喺你哋嗰个核心课程里面咧，就 common core 里面咧就一定要读嘅，所有同学都要读噶啦。咁如果同学读过之后觉得好有兴趣，想将来都喺呢方面有更多嘅发展咧，可以喺之后咧拣佢做一个 minor 啦，亦都可以作为一个secondary major， 一个叫副主修嘅。好啦，我哋都提下先。其实咧你都知啦，我哋不嬲咧都有一个叫弹性修身计划。咁我哋知道考试其实就好难讲嘅，同学都有时咧有机会咧会失手，咁就好似冇咗个读大学机会就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会一个叫弹性修身计划咧，就系如果同学搣唔到佢最低嘅入学要求，我哋嘅最低入要求就系33233。如果你系一个 level below 嘅其中一科，但是你其他科目考得很好，譬如你其中5科有26分以上，咁我哋个26分嘅计法咧就系五星星等于8.5啦，五星等于7，五系等于5.5，四系等于4，咁而此类推嘅。咁而咧你又拣咗我哋嘅 program banner choice， 亦都咧 pass 咗我哋 interviews 咧，其实你咧就有一个入场券啦，即系你可以入咗集咧就俾学系去继续去 consider 你嘅 applications 嘅。好啦，咁我哋咧今年咧仲推出一个叫专才嘅招生计划喎。咁系点咧？我哋知道同学咧有啲非学术嘅表现系好好，但可能有机会呢方面嘅技能咧未必可以喺你 DSE results 里面反映到出嚟。咁所以咧，我哋就
推出嘅計劃咧，就如果同學你有一啲非學術好好嘅表現，譬如喺 STEM 啊、service 啊，或者係體育啊，或者係依個 culture 嗰邊咧，有一啲傑出嘅表現啦，咁我哋咧亦都會，而同學亦都擺我哋比較前嘅 choices 咧，咁我哋都有個遴選委員會啦，會挑選同學啲 application 嚟睇，咁咧我哋可能咧六月度咧就開始陸續邀請呢啲同學嚟做一個 interviews 啦。咁如果大家都覺得適合嘅時候咧，會有一個比較 favourable 嘅 condition。offer 俾到同学嘅，咁大家咧就要留意咯。好啦，咁如果经过呢个专才招生计划入到嘅同学咧，咁我都知道，因为你嘅非学术表现十分之好啦，咁可能你入到大学之后咧，都想继续喺呢方面发展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会提供好多嘅 support 俾大家，譬如有宿舍啦，有 scholarship 啦，亦都可能有 mentor 去辅导大家嘅功课啦。如果特别有特别嘅需要，可能亦都有同学倾下，又会一啲比较弹性嘅学习嘅进度啊，甚至系譬如你话需要可能要准备一啲比赛，咁可能又需要延期毕业咧，咁我哋都可以大家互相配合嘅。好啦，跟住咧，我哋就讲下咯，我哋嘅选科嘅策略咯。咁头先啊，多珍珍都提过啦，其实我哋选科咧就放榜之前同埋放榜之后咧，都系一个比较唔同嘅策略嚟嘅。咁文凭试放榜之前咧，咁我哋要准备下啲乜嘢咧？咁大家咧考晒试啦，咁咧而家有放紧嘅叫暑假啦，咁又有啲。轻松地咧，咁可能咧就要准备一啲功课咯。就譬如我哋首先去睇下我哋之前拣嘅课程，我哋而家做一啲深入嘅了解，或者系 explore 一啲新嘅课程，我哋会唔会有啲遗漏咗咧？咁我哋最紧要咧就睇下每个课程嘅特色啦。譬如毕咗业之后，究竟佢会唔会好顺利，咁就唔需要经过咩任何考试就可以，大家已经有一个专业资格，定系个课程本身亦都咧会准备同学去考一啲专业资格嘅？咁呢个咧其实都好需要大家留意嘅。同埋课程有冇一啲特别嘅要求咧？佢有冇一啲特別嘅prefer 嘅 subjects 咧？如果你讀唔到嘅時候，我可能相對入學，就算俾你讀到咧，都比較辛苦啊，或者係機會冇咁高啊，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同埋佢計分方法啦，同埋之前咧佢有冇啲 statistics 俾大家參考？好啦，头先讲所有嘢咧，大家都可以喺我哋 Study Poly U 嘅网页里面咧，每个课程里面都咧收咗嘅。嗱，譬如你哋见到你嘅右手边啦，佢个 menu 咧就去大家可以入去睇下啊，有冇啲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s 啊，究竟个 pathway 会点啊，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咁特别留意下面咧有个叫 remarks 嘅，其实呢个 remarks 咧亦都系一啲重点嚟嘅，咁系学系咧就希望同学咧特别留意，咁大家可以留心呢一 part 咯。咁我哋之前有讲过啦，究竟佢计分方法系点样呢？有咩 prefer subjects 咧？过往分数点样呢？大家都记住入去呢个 study poly u 嘅网页睇睇。之后啦，就睇啲 pass 嘅 statistic 啦。咁我哋今年因为用咗学系修身啦，咁所以好似你第一个 program 叫 accountancy and accounting and finance 咁啦，佢之前系三个 program 嚟嘅，佢而家就 combine 咗做一个修身。咁所以我哋咧就将佢哋分数嗰个 average score 咧都大家展现咗出嚟啦。咁大家到时可能计一计啊，自己嗰、那个嗰五科，因為佢用 best five 收生噶嘛，咁咧達唔達到呢個 average 咧？咁我哋暫時呢、這個display 出嚟個 score 咧就係冇呢個 subject rating 嘅，係啦，咁大家可以做一個好好嘅參考啦。好啦，跟住咧就要再睇下咯。睇完啲課程資料之後咧，就睇下你個 choice 啦。其實有啲 program 咧，頭先多啲咁講過啦，佢咧就好喜歡咧就收啲 band 嘅同學，或者淨係 invite band 嘅同學嚟到 interviews 嘅。咁你又留意一下啦，你心儀嘅課程係咪咁咧？如果係咧，你記住擺翻佢做 band A 喎。咁另外啦，有啲 program 就寫到明啦，我淨係 consider band A、B 嘅同學嘅啫。咁如果你唔知道擺咗 band C 咧，其實你就等於錯失咗入呢個 program 嘅機會。咁呢啲課程資料咧，其實都喺我哋網址咧有出現嘅。咁譬如我哋去翻理工大學網址啦，咁翻 Jupyter 裡面啦，跟住睇下佢 interview arrangement 裡面啦。大家咧嗱，呢、這個日子特別要請大家留意啦，就係咧放榜後咧，我哋有一個 common 嘅日子係全部咧喺度放榜呢、這個日子7月24號，大家 log in 我哋 e-admissions 裡面咧就可以睇到你個學系有冇邀請你嚟 interviews 啦。好啦，學系咧睇下先啊，譬如咧佢會喺呢度話咗啊，佢個 interview 個 mode 係點啊 ？Group interview、individual interviews。佢都會話俾你聽啊，究竟佢係 before 定係 after 嘅 DSE 放榜之前 interview 啊，之後 interview 啦，佢會點啊 ？Face to face 定係而家好興嘅 online 咧？
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呢一版啊，好似呢個 program 咧，佢就話normally 咧就淨係 Band A B 嘅同學先會有 interviews 嘅啫，咁喺 remarks 上面咧都會寫清楚，咁大家要留意啦。好啦，咁我哋咧就做完曬功課咯，咁我哋咧就要諗下啊，到時真係放榜嗰刻會點咧？咁如果你嘅 results 同你 expect 嘅完全一樣，咁啊十分之順利啦，咁你冇苦惱啦，咁所有 choices 都可以跟你如願咁去排啦。但係有陣時咧，你都要諗下啲 worst 嘅 scenario 啦。如果我真係考唔到我expect 嘅成績嗰陣時候，咁我有咩打算咧？咁呢個時間咧就要而家開始做功課，因為好多時咧放榜之後先做咧就比較遲啦。咁可能你要穩定啲資料啦。啊，到時我會有啲咩選擇咧？我有啲其他去有咩出路咧？咁大家依一刻咧就要做定嘅準備啦。哦，但係諗住第三個 scenario 就如果我放榜嘅成績比我預期嘅好，咁又點咧？大家諗住梗係好簡單啦，好咗喎，梗係唔使諗啦。但其实不是的，因为你当时成绩譬如比你更加好的时候，有时候大家就会给很多意见你了，那令到你有些心猿意马的情况都未定的，所以大家都要想如果我好的时候我会不会 keep 这个 choice， 还是我会有其他选择呢？其他选择的时候，我现在都要做定功课了，要了解多一些的课程究竟是怎样呢，希望大家就把握几个 scenario 的情况。咁當然啦，最緊要嘅就係將你任何心裏面嘅計劃啊，都同你嘅家人啊，或者同司長傾下，因為佢哋都好有經驗嘅，佢哋一定係俾到更加多嘅資訊大家，等你作出個明智嘅考慮嘅。好啦，放榜咗之後咧，又點啊？放榜之後咧，咁當然啦，我哋都應該聽到好多人嘅 advice 俾你啦，就係咧你嘅第一、二嘅 choice 就可以比較進取啲嘅 choice， 到第三咧。就記住咧，擺一啲比較有把握同埋咧係有興趣課程啊，你 high 啦，一定要有興趣，因為如果你冇興趣咧，就其實真係好難繼續讀落去噶。咁點解話第一二個可以比個 aggressive 啲咧，咁樣進取啲咧？因為咧其實院校裡面咧只係知道你個 band A， 就唔知道你 A 一二三嘅。咁所有 band A 咧，我哋嘅處理手法都應該係一樣嘅。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同學咧就可以進取啲去嘗試一下啦。當然啦，第三咧就要保守少少啦。咁好啦，另外咧就係我頭先都提到啦，我哋可能有啲專才嘅招生計劃啦，可能佢之前俾咗啲 conditional offer 嚟嘅。咁如果你放榜之後覺得有 meet 到佢 conditions 喎，咁你要睇清楚，佢可能都要求你係擺個 band A 嘅。咁如果你想繼續享有呢個特別嘅favorable 啲 conditional offer 咧，咁你記住要 keep 翻佢 band A， 就唔好 miss 咗啦。你擺咗 band B 咧，可能你個 conditions 就唔再存在噶啦。咁同埋咧check 下究竟每個課程有冇一啲特別要求啦。讲了很多次啦，咁系就 interviews 啦。咁我哋咧六月嗰时候咧，可能就开始邀请啲同学咧嚟到interviews 啦。咁我哋 interview 嘅日子咧就会系六月七号，就去到24号嘅。咁一般 program 咧就会7月22就 interviews 啦。咁去到有啲头先提过专才嘅计划咧，可能佢会 tend to 系20至24号咧就请大家 interviews。咁无论边样都好啦，就记住 check 下你个 email 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 mass email 嚟嗰时候咧，有机会咧佢再当咗你 spam 嘅 email。就去了你的垃圾桶那里，所以呢那段时间你的垃圾桶都要定期进去捉装它。好了，去到文凭试放榜之后，因为他的 interview 的日子都很短，只有3天，所以我们就会统一用27号咧就发放呢个 interview 嘅资讯，咁大家咧记住嗰日咧就去翻 e-admissions 上面 check 下有冇被邀请 interviews 啦。好，讲总括嚟讲咧，我哋咧最紧要咧，我哋院校收生咧就睇翻大家个入学嘅成绩 admission score， 咁咧要成埋个 subject rating 嘅。咁第二咧就睇下大家个 band priority 啦，你嘅 interviews 个表现啦，有冇读中我哋嘅 preferred subjects 啦，同埋你喺非学术嘅表现咧系有机会系会加分啦。咁而家我哋都見到啲同學咧，我哋往年啦，見到啲 common mistake 係乜嘢咧？就係譬如佢真係唔好清楚嗰個 program 嘅 specific requirements。咁有陣時，譬如好似頭先成日提嘅 band requirement 啦，佢淨係可能淨係收 band A 嘅，你又唔知喎。咁或者佢有啲 prefer subjects 嘅，或者 even 有啲 program 係有 specific subject， 咁我哋就冇嘅，我哋全部都 prefer 嘅啫。咁所以都要留意啦，自己讀唔讀中啦。咁亦都咧要留意，譬如我哋头先讲嘅大性收生计划啦，或者系个专才计划啦。咁其实如果譬如大性收生计划，你突然间失手嗰时候，你就当以为自己冇晒希望嗰时候，其实你又要谂翻啊，其实原来院校系有一啲大性收生计划噶，你搣唔搣到咧？你搣到嗰时候，其实你继续系有机会入翻个 program 噶，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
咁最后咧都要 consider 你嘅能力啦，同埋兴趣噶。咁我嗰时候咧就成日同啲同学就讲笑啦，就话诶、你唔好成日谂住我跟人啦、啊，跟啊边个边个去即系有时候我都中意跟啊男朋友拣个科，啊女朋友拣科，我就跟住佢去读入咗大学之后就夹住佢啊嘛咁讲。但系其实你谂下，入咗大学之后你仲好多机会啦，咁啊即系 touch 衰咗啊，分咗手咁点咧？咁啊之后毕业仲要大家做埋嗰行添，咁所以咧大家就攞嚟做笑话，一定要忠于自己，睇自己能力同埋兴趣选科嘅。好啦，我哋咧就讲下我哋嘅 entry scholarship 咯。咁我哋好欢迎同学咧就咧入嚟我哋理大，所以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 scholarship 俾大家噶。咁我哋嘅 scholarship 咧就最主要俾中六嘅 leavers 啦，啱啱毕业嘅同学啦，佢第一次考 DSE， 而佢搣到我哋最低入学要求之余咧，仲要搣埋后面呢个 tables 嘅 informations。咁我哋嘅 scholarship 咧就最低嘅一科五星星，或者系最好嗰五科有32分以上，咁咧就会有 one off 嘅10,000啦。截到最高嗰个咧系五科五星星，咁咧系有一个 full scholarship 再加咧50,000系每年都可以 renewable 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好啦，我哋咧就去到 Q&A sessions 咯，咁大家同学咧有乜需要咧，就可以 send 你问题俾我哋，等我哋咧去。解答一下先，有问同学问咧，可唔可以用之前嘅 DSE result 去申请？系可以嘅，咁我哋咧系唔会扣分嘅，所以咧大家就唔需要担心嘅，系以前嘅 DSE result 都可以嘅。如果同学冇办法去face to face interviews 咧，咁可唔可以申请 online interviews 咧？我相信咧，你可以当你有呢个邀请嘅时候咧，你可以同学系解释啦，喺咩特别情况下唔可以亲身嚟啦。咁我相信学系咧都了解情况之后，都尽量会同同学咧做一个accommodate 到大家嘅。OK， 有同学就问咧，头先我提到嗰个副修啦 ，minor 同个secondary majors 咧有咩唔同咧？其实 minor 嚟讲咧，不嬲读个学分就比较少啲嘅，就通常系18分到。咁头先提过嗰两个 minor 之后，仲有其他 minor 俾同学拣嘅。咁另外 secondary majors 咧系咩咧？就系、一个叫副主修，佢读个学分会多啲嘅，就通常就最少36分噶啦。咁即系话即系佢个内容啦会更加丰富或者更加 in depth 啦，就呢个就最主要嘅分别啦。如果学科本身唔需要面试而参加咗校长推荐计划咧，最后会唔会有面试嘅？咁咧亦都要睇下通常咧。如果你參加校長推薦計劃而係比較即係個推薦得你都比較favorable 啲嘅咧，我哋都鼓勵學系咧會係另外再見呢班嘅同學嘅，就唔關之前嗰個學系嘅面試噶啦。頭先我哋有兩個 interview announcement day 嘅意思，就即係話一個咧就係放榜前嗰個 interviews 嘅 announcement 啦。你7月20號放榜啊嘛，咁出7月20號之前咧，啲學系咧會邀請同學嚟啊，大家互相認識啊，或者做一啲即係見下面，知道個課程內容啦。咁所以嗰個面試咧就應該會喺6月裏面舉行。咁另外一個就即係文憑試放榜咗之後啦，咁嗰個咧就應該喺7月29號去到8月2號呢3日裏面咧就會舉行嘅。所以係咁通常如果之前見過嘅同學咧，就通常之後咧就應該就唔會再邀請嘅。通常嚟講，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呢兩個日子啦。哦，同我話冇收到大學邀請嘅 interview 係咪唔好咧？咁其實又唔可以咁講喎，因為每個學系咧 interviews 嘅要求都唔同嘅。有啲同學咧，有啲學系咧就即係佢真係話我淨係見 Benny 嘅同學，咁逢親見完啲同學咧，可能佢真係會加分俾佢。但係有啲學系就話唔係嘅，其實我最主要係睇一啲 margin 嘅同學，即係通常呢個分數往年都係收到呢個分數，咁我唔知揀邊個排邊個先好咧，咁可能佢就係揀一啲 margin 嘅同學 interviews。咁所以咧無論收到或收唔到都好啦，其實都唔需要特別緊張，咁只要咧盡力去表現自己咧已經 OK 嘅啦。如果有校長推薦計劃嘅話咧，會唔會收到 conditional offer？ 咁其實咧校長推薦計劃係下面咧我哋可以俾 conditional offer 嘅。咁當然啦，要睇下同學 interviews 嘅表現啦，係咪達到佢要求啦。咁所以咧就會首先邀請咗你interview 先，咁跟住再睇下係咪值得出一個 conditional offer 嘅。咁同學就問啦，但係譬如有 conditional offer， 佢放榜之後發現唔達標喎，咁但係 appeal 完之後又達標嘅時候，咁點處理咧？其實就唔需要擔心嘅，因為逢係 appeal 完之後嘅成績係到翻我哋要求嘅話咧，其實就會當好似 main line 咁，我哋一定會就算冇位都一定會收翻呢類嘅同學嘅，所以唔需要特別擔心。
嗰時我就話，如果其中一科 elective 達唔到三，因為我哋入學門檻係33233啊，但係咧佢 best five 嘅時候咧，亦都個分數亦都夠高喎、哦，咁會唔會唔符合入學嘅標準咧？嗱，咁呢個咧就係頭先我哋正正講嗰個 flexible admission arrangement 啦，就係話如果你達唔到33233，但係有一科係只係一科一個 level below 嘅啫，譬如你 elective 本來要三，你係得二嘅，即係第二科 elective， 咁但係你計 best five 嗰度咧又有26分喎，咁其實都入到我哋門檻嘅，入咗門檻裏面，跟住亦都過咗我哋 interviews 啦，亦都要把我哋 band A 啦，咁亦都會有機會同其他同我一樣咧，係即係一樣去俾 department assess 去睇下有個入學機會咁樣咯，所以就唔需要太擔心嘅。interview 會唔會睇我份 SLP？咁其實我相信 interview 嗰下咧，interviewer 就唔會特別攞你份 SLP 嚟睇嘅。不過咧，佢有機會咧就會問翻咧同學，因為佢都可能之前會見過同學 SLP 裏面嘅嘢啦，可能有啲問題咧，佢就會問翻啊你啊之前參加啲活動，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咁所以大家都可以 prepare 一丁一啲你之前嘅經驗啊，咁同interviewers 去分享啦。哦，咩叫 Band A 同 Band B？Band A 咧嗱，同學會有20個 choice 噶嘛。Band A 咧就你投嗰3個 choice 啦。Band B 咧就係4至6個 choice。Band C 咧就係7至10個 choice。咁其實呢個資訊咧亦都喺 Jupas 嘅 website 裏面咧，大家可以睇到嘅。好，同學就想我講多次 interview announcement 嘅日期。interview announcement 咧喺放榜之前咧，咁我哋就會你預啦，大概我哋6月7號到咧，去到6月24號咧，就是、我哋 interview 嘅日子。咁所以咧，你預計7號之前幾日，去到20號之前嘅幾日，咁亦都係咧，通常會 interview 放榜嘅時間。咁記住嗰段時間咧，就 check 下你嘅 email 啦，尤其是垃圾桶，就咧唔好講笑，真係要睇清楚。咁好啦，如果 interview 係DSE result 放榜之後咧。就一日嘅啫，就係7月27號，大家留意我哋 e-admissions 嗰裏面啦。咁當然我哋亦都會send email 俾大家嘅。咁嗰段期間咧，除咗睇 e-admission， 亦都留意嘅 email。因為而家有陣時咧都會係譬如 online interviews 啊，都有機會嘅喎。咁所以 interviews 頭先阿多多提過啦，就係要 check 清楚譬如有條 link 俾你啊，你入到去啊，咁呢啲咧你都可以喺個 email 裏面咧揾多啲資訊嘅。同學想知道哪些 program 咧係今年需要 interview 先？咁記住上翻我頭先提大家個 study portfolio 網頁，佢有一個 section 咧係寫住 interview arrangement 嘅。咁大家 click 翻入去咧，就會頭先睇到我頭先影片嗰啲資訊噶啦。如果你係 retake subject， 可唔可以咧就申請 scholarship 咧？就唔好意思啦，我哋咧所有咧都係用第一次考試，即係應該係 current 中六同學。再加上佢第一次，咁如果你係 repeater 咧，無論你之前或者之後嘅成績考得幾好咧，其實都係 eligible for scholarship 嘅。Repeater 嘅成績係唔會扣分嘅。Scholarship 係咪 applicable to 所有 program？ 係嘅。其實scholarship 係只要我哋頭先個表啦都話啦，係睇你嘅分數啦，同埋你睇你攞幾多個星星啦，咁所以咧係所有 program 都可以嘅。log in 你的 e-admissions 是怎样 log in 呢？那你就用回你的 Jupas application number， 那就应该就是50字头，如果没记错。那那个 password 呢，我们网址都有说的，应该就是你的身份证那个number 来的。那你可以现在都尝试 log in 啦。参加了面试是不是就会额外加分呢？那正常呢都会是的。除非他的面试的目的是要篩走同学的，如果不是通常面试得好的同学都会有额外加分的。那同学就问了，是不是如果 DSE 后面试的，是不是要将课程放 Band A， 还是面试后先放 Band A 呢？这样说，如果个课程一向都是你心仪的课程的，那当然我们希望同学就一路 keep 住个 Band A 啦。那也都相信出面我坊间都教同学，而家放榜前呢就将一啲博下嘅就摆咗 Band A 先，跟住放榜后呢就个课程是要嘅，咁到时先转。那呢个都是我们知道坊间流传一啲策略嚟嘅。那当然啦，如果你选择流传嘅策略嘅时候，你放榜后你就记住要将你心仪嘅课程一定要摆返 Band A 啦，如果唔系呢你就会 miss 咗呢个机会㗎啦。
校長推薦計劃幾時會 interview 咧？都係頭先我哋講過，應該就係6月20至24號嗰個 period 咧，會邀請同 interviews 嘅。咁至於係 face to face 嘅 online 咧，亦都要照睇當時情況啦，同埋睇學系嘅決定嘅。咁 departmental scheme based 嘅 mission 係啲乜嘢咧？其實應該你再諗一諗，就係以前咧，我哋就喺 program based 嘅。譬如我頭先舉個例子，以前 accountancy 佢係有 accountancy 有 finance， 亦都 account and finance。咁如果你想讀嘅時候，你一早已經決定咗啊，我一定要揀 accountancy， 或者我一定要揀 finance。咁而家 departmental base 咧就係成個 accountancy and finance 嘅 department 攞咗個 program 出嚟，俾同學喺一年班裡面可以嘗試曬依兩個 elements， 跟住先決定啊，你讀 account 讀 finance 定 account and finance。咁所以咧就比較 flexible 啲嘅。咁所以同學可以即係到時一年級嘅下期先決定揀邊個啦。咁同學想問嗰啲 score 咧，亦都係頭先我展示個網頁裡面咧，都會睇到過去嗰啲 score 嘅資料噶啦。咁嗰個 score 咧就係、是、始終有個 reference 啦，我哋咧而家就冇擺個 rating 落去嘅，咁所以咧就好方便咁同學去計到哦，原淨係你票面攞到咩成績，你計最好嗰五科就係嗰個叫 best five。跟住睇搣唔搣到個 average 啦，或者同往年去比較，咁就係呢個 score 嘅 information 啦。面試加分係點計？就睇下個學系啦，譬如佢想加幾多分俾你啦，加完分之後佢通常以前咧就會直接係加落去個 admission score 嗰度嘅。咁如果譬如 admission score 咧係100分，如果你面試加咗一分俾你，你就101分啦，咁你又會俾普通冇面試嘅100分嘅同學咧就排高咗，咁就係咁樣加分方法噶啦。如果你之前咧冇擺某一個學科去 band A， 但所以就冇 interviews， 但後來咧見到自己夠分數入個 program 啦，可唔可以擺翻咧？其實係嗱，咁你要睇清楚個 program 本身係事前 in 定係事後 in 嘅。咁通常如果佢係事前 in 嘅話咧，其實可能佢都未必係太着重同學嘅分數表現先嘅，可能咧佢都係除非一啲放榜後啦，佢就話 interviews 嗰啲咧，就可能比較着重你真係要放榜後一定要擺翻落去咯。咁所以咧，你就睇清楚。如果佢淨係話事前 in， 咁佢放榜後唔 in 嘅咧，你事前冇擺落去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個亦都唔會真係太蝕底嘅。但如果你放榜後而佢話明放榜後 in， 而你嗰個機會你都唔再擺咧，咁就真係會蝕底咗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面试表现不好会不会影响收录啊？我相信一定会有影响的，所以大家都要准备好多啲，预备多啲，咁去尽量表现好自己啦。头先嗰啲 statistic 喺边度揾到咧？都系我哋 study at PolyU 个网页啦。咁如果大家真系唔清楚嘅，都唔使惊嘅。一阵我哋会俾个热线大家。咁如果你可以打电话，我哋热线个同事会再教大家咧，喺边度揾到头先嘅资料嘅。是 combine search 計不計？計的，即其實都是 repeat 查一個問題的，都是沒有問題的，會 combine 拿你最好的科的成績去計算的。那有同學就問，如果我之前已經讀了一個 degree， 會不會影響了入學機會啊？那其實如果你報得 Jupas， 我們明年都是看你的 DSE results 去考慮的，那同學都不需要太特別擔心啦。是不是所有同學都要 study 個 common core？ 嗱，咁個 common core 咧就睇你點為之你個 common core。如果我哋嗰啲核心課程譬如我哋講中文啊、英文啊、一啲通識嘅課程啊，咁嗰啲就叫 common core， 就所有同學都一定要讀噶啦。咁至於你話departmental based admissions 裡面嗰啲 common core 咧，就當然係要你入咗個 program， 睇下你嗰個 program 嗰啲 common core 係乜嘢啦，咁你就。都是那個 program 要你讀的話呢，你都要跟回個 program 的 curriculum 去讀的。那有同學問 interviews 它 based on 什麼去選呢？那如果是文憑試放榜前的，其實我見學系通常會跟同學的 band choice 啦，或者你是學校之前給一個 reference score 我們的，那我們都會參考那些的。
咁當然咧，你嗰個非學術表現咧，亦都係有缺嘅因素啦。咁文憑試放榜後咧，咁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就睇下學系係咩原因要見你啦。咁如果佢話哦個學系話明要見所有 band 嘅，咁個 banding 係一個因素啦。如果學系話我想見一啲即 marginal 嘅同學嘅，咁所以咧 marginal case 咧就係另外一個因素。咁所以都唔需要太擔心，你只要跟足學系嘅指示。啊！如果佢話要 band A 嘅，咁你又好想有個 interview， 繼續擺個 band A 咯。咁其他咧都未必係你需要上得太多嘅。如果你讀完個 program 響 year one 之後覺得興趣不在，咁有冇機會轉系咧？其實我哋係有 internal transfer 嘅 policy 嘅。咁到時入咗學之後咧，你就可以再 study 下，睇下其他學系適唔適合你啦。網上預計的分數是否用 5.57 和 8.5 去計算？是的，我們如果你用看回過去兩年的呢就是的。個別課程的面試要求呢就真的要看回那個我們剛才的 website， 它都會列得很詳細給大家做一個參考的。那我入了 Poly 讀之後再考 DSE， 如果拿到五星星還會不會有獎學金呢？其實呢我們剛才列的那些全部是入學的獎學金來的，如果入了學之後呢，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很多不同類型的獎學金，但那些獎學金呢通常就不會看回頭你的 DSE results， 就反而是看你讀緊大學那些學科的表現啦，到時同學都可以繼續申請的。Retaker 有冇 SPN？ 其實咧，如果你係校長推薦嘅話，嗰時候我哋就唔會再睇翻同學究竟係咪一個 repeaters。咁如果你係 under 校長推薦計劃推薦你嘅時候咧，我哋會當你真係一個校長推薦嘅 candidate 去睇，咁所以就唔會特別去睇翻你係咪一個 repeater。校長推薦計劃係咪已經過咗 deadline？ 應該就係啦。咁所以咧，就睇下你學校有冇 nominate 到你嘅。ME 当不当是 elective？ 是当的。Band A 里面首三个课程我们院校知不知道你的排列？是不知道的。同学问 e-admissions 的网站在哪里呢？或者我一会会给个电话大家啦，你可以打电话我们热线的同事呢，他教你怎样入去 e-admissions 那里。或者刚才如果你找到我的 screen 呢，你 click 回 e-admissions 那里有条 link 呢，你都可以直接入到去的。頭先同我見我啲入學獎學金咧，要唔要特別申請？係唔需要嘅，我哋會自動咧根據同學嘅成績咧，就會入咗學之後會通知你，你就可以有獎學金噶啦。好，最後兩條啦 ，interview 要唔要準備你嘅 CV？ 嗱，你就唔需要帶你嘅 CV 去嘅，你嘅 CV 應該入咗你個腦裡面噶啦，人哋隨時問你咧，你都應該識答嘅。頭先咧，我成日話有啲學系會揾啲 marginal 嘅學生嚟決定啦，去 interview 啦。咁佢想問你所謂 marginal 你點樣定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睇翻過去入學嘅同學嘅成績啦。咁所以 marginal 可能個 range 係好闊嘅，咁唔係淨係一兩個同學，可能一紮嘅同學。咁可能咧就係、呢一紮同學再比較一下先，咁去決定係咪一個 marginal 嘅 case 嚟嘅。好啦，我相信咧今日嘅問題咧就答到差唔多啦。咁如果同學咧再有問題咧，就可以打電話向我哋熱線啦。頭先提咗啦，就係233-3-0600，係啦，233-3-0600呢個熱線。咁我哋有同事咧就繼續咧可以解答大家嘅問題嘅。好多謝曬大家先，拜拜。